这是后学的道场啊，后学的道场，因为今天没有时间，后学不能讲啊。这是后学，后学非常非常感谢我们道场写的这个大学学大法，后学法，后学的经商啊，都是因为这一个大学学的大法，后学把它请人家写，放在后学办公室。那现在后学没有做生意，把它放在后学的佛堂，这个是一个修道的，他说明德是明心，心明度众生，至善不善的智子护念功，定尽勤平止安立妙之身，德智灵光现，大学即圆通，本物无太极，莫其妄物生，事物所当作，终始如一行，先理后起相，知此即道成，格物悟本体，知之心性本，诚意除妄念，正心邪不生，修身之圆满，齐家般若成，治国治位，敦化天下。这是后学老前人，他今年99岁了，他可以上台讲课，一讲站3个小时，他都在讲课。那这个不是今天讲的后学，后学要讲的是，当初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，师母。